资讯平权，我们要资讯文化平权，我们要资讯文化平权。有很多资讯我可以获得，但我身旁有很多的朋友，像我们的听障的朋友，或者说我们视觉上的朋友，他们在资讯上获得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大众社会文化里面，他四处都有障碍啊。那我们这种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这样资讯权是很基本很基本的权，如果这样的提供资讯让民众或是他的百姓不能获得的话，我觉得这是不道德，是非常不公平的一件事情，甚至我觉得是很羞耻的。电视上面也更加倍有更多的讯息遮住了我们的手语翻译的部分，只剩下1/16的框，我们真的非常的失望，我们受不了了，我们要借着这个游行去争取我们的权益，去抗议。经济社会文化公约第11条就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要有他的文化生活。听障的聋人的朋友没有办法看电视新闻，对我们的视障朋友没有书籍可以看，没有书的电子档，也没有有声书那我们肢体障碍的朋友没有办法进入到展区，我们的电影院的轮椅席坐在第一排或是最后一排，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拥有这些资讯与文化的权利我们另外还有心智障碍的朋友，我们所有的文宣都非常的复杂，文字很多，他们也都看不懂，所以我们要求要有 easy write 要轻松可以容易读的人，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文化的生活。HGN9 的时候呢，那么经过我们的建议，它有手语那么在整个 FDA 的记者会发布的时候呢，务必要用手语。可是讲了再讲，我们也提出一个法案，也提出一些临时动议，在第一个讯息的时候呢，也要卫福部跟疾管署呢，在网站上要公布咨询，但不用使用这个图片档，应该用文字档来解决视障者障碍阅读网站的讯息跟困难那么也要求记者会的时候呢，要比照办理。但是最近呢，这黑心游事件，同样是卫福部，又是从他负责，没有所以的翻译，完全没有把立法院的提案呢放在眼里。这些官员呢，心里面根本没有时时刻刻考虑到说身心障碍朋友的需求。我们要电子档，然后另外我们要求所有的
书籍，所有的书籍，包括政府的文宣品，所有的书籍都要有电子档，让我们的视障朋友可以跟一般人一样，都可以享受到资讯的无障碍，这样好不好？好。那文化部也特别制作了一个文化展演展馆的一个无障碍设施的检核表。这个检核表的话，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就询问各个县市政府，依据这样的一个检核表来检视他所有的文化场馆的无障碍设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基本上我们内管在做，所以大部分的改善都已经到了一个最后的阶段，所以大部分的场馆基本上应该都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古迹它的建筑的年代比较久远，那古迹为了保持它的原来的形貌，所以在建筑法规上面，它没有办法用现代的建筑法规去做一个大的处理，让它的无障碍设施可以更符合大家朋友的需要。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用不是用设备，而是用人的方式去做志工的服务，让无障碍的朋友尽量可以享受到文化平权。提成的部分的话，我想文化部在所有的立法院的委员的监督之下，我们一定会慢慢来处理，慢慢来处理，尽快来处理，想做的尽快处理，尽快来处理。你晓不晓得文化部的无障碍厕所有障碍？我晓得，文化部的厕所基本上来讲，这栋大楼是租的，当初租的时候的确没有考虑到我们的厕所的一个无障碍设施，这个没有做。我们希望说到了新庄以后，所有的空间都可以达到一个无障碍的标准。有时候不是只有公部门可以处理，因为也牵涉到私部门、民间的单位，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就是要希望更多的时间，需要一点时间，让社会大家有共识。整个人口的结构，老外又每年都会碰到残障朋友碰到的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整个社会应该有共同的观念，共同的思考，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没有办法马上承诺说一定做得到，或者马上承诺说